Easy as pie, lemon, apple, or cherry. Loving goes so fair.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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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can it be? Such a piece of cake. And your smile is the icing. Loving you is a party.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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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can it be? And you make my candy coated heart melt. When you take my hand and I am under your spell. Feed me and crave your affection. When I stepped in sweet confection, I need your. Sparkly, you make me tipsy and bubbly. 12 seconds later. Hello, 大家好，早餐。感觉到我现在心情有非常的悲愤吗？哦，难过。然后如果你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你就会看到我就是时不时 story 就会发一些打翻东西啦，然后弄到衣服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们可能会想说，怎么可能这么频繁呢？是不是故意的？我也很希望是故意的，但是每一次真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刚刚打破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杯子，但是咖啡还是要喝，所以我再做了一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就是很正面的跟大家讲话，我先道歉。今天的早餐呢是蓝莓燕麦粥。虽然呢我们刚刚经历了非常悲伤的一个早上，但是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好不好？这杯我要想清楚我要放哪里，以免我等下再翻倒它。那首先呢，我们先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 vlog 的规划有哪一些。其实我很难得拍 vlog 的时候是有规划说今天要干嘛的。那今天呢，因为最近香港的就是确诊案例实在是多到有点恐怖，所以下个礼拜应该也是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等下要去市场补一下接下来5天要煮的食物啊，跟一些日用品等等。然后在前阵子疫情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我报名了一个就是学 latte 拉花的课。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要把就是本来的班然后拆成就是超小班教学这样，那上课的时候也一定会戴口罩。今天的 vlog 呢，大概是我接下来一段时间久违的一个 tour guide vlog。 今天过后我就是打算要宅在家里一阵子。我觉得我最近的皮肤啊，我跟你说哦，讲到皮肤呢，我前天去帮忙拍了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的拍摄时间呢，最后是从晚上7点，然后一直到隔天的早上7点，然后我真的又在赶影片，所以又只睡了2个小时，感觉我现在皮肤真的很干。大家记得我之前有一支 vlog 有提过这个 Foreo 的面膜机吗？那我那时候是说他们要搭配这个4个特别的韩国面膜，但如果你的面膜用完了，其实你还是可以用它当成你的导入仪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先用它来上我的精华。那我今天用的精华是这个 Innisfree 的 Brightening Pore Serum， 我已经快把一整罐都用完了。首先要先连线，
当你连好线之后，你会看到右上角有一个设定的那个图案，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调说你的 T-Sonic Position。 那这个 Position 就是可以让你的精华更快更好的吸收。然后另外你可以选择 Temperature， 如果你选择 Heat 的话，它的热能技术可以就是瞬间把那些精华里面的活性成分导入到你的皮肤里面。那如果你选择 Cool 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冷凝技术可以帮助缩小你的毛孔跟紧致你的皮肤。今天想要冷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脸很肿，然后选择开始。另外你可以看到上面有 red, green 跟 blue， 红色是可以紧致你的皮肤，绿色是均匀你的肤色，然后蓝色是抗痘，所以你们可以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 recipe。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变热的，我可以马上这样子，然后这个就会变成温温的。我之前不知道它有导入仪的功能，然后我还想说啊，那我的面膜用完了，我这个机器要怎么办？后来还好被我发现了这个。OK， 精华上完了，接下来就是防晒跟剩下的妆。那你们有发现我最近有尝试着想要改变我的发型，变成中分吗？现在这个长度有一点尴尬，你们有这样感觉吗？不要看我。最近呢，因为其实出门说真的也没有要干嘛，所以妆真的是越来越简单了。好，然后我这边呢，已经昨天有先设计好，说我接下来一周，要煮哪些菜，然后我还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所以这个 list 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等一下要带着它，然后赶快去市场一趟，把东西买齐了。对，就是今天接下来一个礼拜出门的分量，我要在今天一次用完。I'm not looking for a one night. You're not looking for a love life. Maybe we can have a good time. I don't want this shit to end. You don't want it to begin. I'm not looking for a girl to go leave in the morning. Next day, no. 好热。首先是两个沙拉叶，红黄椒跟小番茄，一盒樱桃跟 minced beef， 然后因为这个菜现在半价，所以买了一个油麦菜，还有刚在市场买的很久没有出现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菜，买了啦，然后买了三包水饺，我打算来煮酸辣汤饺、玉米汤饺、泡菜汤饺、水饺、煎饺。都可以哦，然后买了一串香蕉，韩国的年糕，玉米跟鲔鱼罐头，泡菜汤不可以缺少的金针菇 cheese 跟火腿，我很爱的这个小香肠，然后最后因为我最近喝拿铁喝得很凶，所以我先补了一罐牛奶在家里。 Yup， 以上就是我刚刚买的 grocery haul， 因为难想象我为什么一个人要买这么多东西。Wanna be happy, happy, happy. Day and night, wanna be alright. Happy, I wanna be lovely, lovely.Cappuccino Latte 同埋 Flat White。 OK， 三杯你知唔知有咩分別咧？奶泡。我们今天会用这个咖啡机去做我们的 Latte。首先呢，有一些东西想跟你说的，就是它会烫的部分，它就会喷那个蒸汽出来的。其实是远一点的地方去。好了，我们将那个手把推进去这个银色的按钮。OK。它就会出咖啡粉。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mile.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你会发现呢，日本是黑色的东西。嗯。OK，
其实呢，紫贝咖啡的分了两层，好了，一层是那个 coffee creamer 咖啡的油脂，好了，没有它，我们不能够去做那个拉法图尼亚。啊，非洲一个地方叫做埃塞俄比亚 ，Ethiopia。啊 ，Ethiopia。啊 ，Ethiopia。一直去，然后停，将它摆着放在中间， okay. 然后堵倒快一点，对，拉高，OK， 不要紧，好，哒哒，这是第一次能做到那个天鹅，我们那个杯鹅要对着自己，好停，然后呢就放在中间。倒快一点，对，来搞推前啊，成功了，有哎，有吗？你们看不到，等我一下，哦，好可爱哦。但是可能就比较小了一点，对不对？这是我今天做的第一杯 latte， 先拍照。这个两年吧，这个一个月，一年，两年。OK， 我们就做了六杯那个 latte 啦，有成功的，还有不成功的。没有，都有成功。那都有成功的。OK，Hello。现在回到家了，然后我现在才发现，我从早餐过后我就没有吃东西了，就是刚喝了很多的咖啡。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团有点可怕的东西。这个呢是我之前从外面采收来的罗勒，因为很多种原因，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了。Anyway， 我现在来尝试做一下那个青酱。
촘촘하게 자라 있었는지 벌레가 한 마리씩 보이려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이렇게 솎아내기를 엄청 많이 했어요. 아까우니까 이걸로 샌드위치해서 먹으려고. 好，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现在房间的状态，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mess。 刚刚本来想尝试说要把我的床也贴上这个木纹的贴纸，但我贴了一排之后我觉得没有很好看，所以我又把它通通撕掉了，有够浪费。但是呢，我的架子已经全数都粘上这个木纹的贴纸，然后这样子我的架子桌子跟地板就是 matchy matchy 一个木头的感觉。我刚刚真的花了很多力气在粘这个床，然后我现在全部把它撕掉了。我果然是一个很看直觉的人，我刚刚觉得直觉就觉得怎么样，我自己看了这个颜色心情就不舒服，毅然决然的放弃。是题外话啦，我就是要给你们看说，其实在我家呢，这个除了是面膜之外，它还有一个装饰的功能。我那时候在重新整理这个架子，然后我想说啊，真的好像怎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它来的时候附了一个小架子，然后我就说 perfect 就是你了。所以其实它在我家呢一直都不是住在浴室里的，它呢现在其实安定在一堆书的前面。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You never know